知道这份工作对他来说很重要，可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平平安安的。我希望他能明白，能够陪他走完一生的不是一份工作，而是我。为什么别人能叫他随叫随到，我就不行呢？他是老百姓的避风港，可谁又是我的避风港呢？哪来的那么多突发事件啊？他肯定拿工作当借口来敷衍我。我觉得这一次，就是上天对我的启示。不辞职，我就不跟他结婚，我还就作这么一回了，不然他还是不中暑。冉冉，你觉得马达怎么样？你可算回来了，都戳死我了都！都戳完了，周哥，你这手速令人发指啊！别白活了，我这胳膊都快抬不起来了。说正事，哎，这东西呢？周哥，我回家按照照片上的编码，一个一个对照了一下，终于把买这张票的人手机号找着了。我跟你说啊。咱俩这回算两清了，周哥，慢走啊！周哥，以后有需要我的地方尽管说啊！你过来帮我搓澡，我去给您办啊！周哥，刚才给我搓澡的乐够的嘞，走了，临时工。怎么，大哥给你搓舒服了吧？没事儿，有空还能来。怎么着，文神？为了摸几天？是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们团上住了，大刀光。这周哥这活干的糙啊！好，来，两位靠近一点。好，两位看我啊。男生笑容收一下，露出眼睛。啊，他已经很努力了，他没眼睛。尽力了。保持啊，三二一。二位请一步休息区等。谢谢。那个调子给我调亮一点啊，那黑眼圈给我遮一下啊。傻笑什么呀？这马太太真是倾国倾城。没领证啊，别老胡说八道。马上照片出来，咱们就直奔民政局了嘛！真是的，这不是马上？干嘛挂了呀？你接啊？嗯？谁啊？我所里边接吗？接吧。嗯。喂。马大哥，我不配当警察。啊？琪琪丢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怎么叫没我不行啊？我有那么重要吗？啊，怎么什么事儿都找我呀？我真够奇了怪，不就丢个孩子吗？不就是琪琪丢了吗？我真够逗的。琪琪丢了？我跟你说啊，孰轻孰重我是能分清楚的啊。咱们在这等照片。琪琪丢了，你赶紧去吧。都说好的。你快去吧。你这样，我在这等照片，照片拿出来，我就去民政局门口等你，好吧？你快去，快去，快啊！就是。哎，你别这！哎呦，所长，别生气，我帮他查线索。你查什么线索？查线索。所长，不怪大周哥，都怪我，是我没看好琪琪，我也没想到去拿可乐的时间他就不见了。对不起，是我给大家添麻烦了，我连个小孩都看不住，我不配当个警察。你让我怎么说你们？孩子在派出所都能丢，真的，这孩子要是出了什么事，你们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
给我找去！找！走。大周哥，马大哥，我们怎么找呀？别急啊，咱们先问问咱们辖区的这个群里边，看看有没有人看到奇迹啊。这样，我发我的群，你发你的群啊。各位居民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周。那个，我现在啊就往群里发一张照片。这女孩叫奇迹，今年8岁了。如果大家伙有看见的话，赶紧告诉我一声，谢谢大伙啊。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啊，我是南关派出所的马达。就是照片上这个女孩叫奇迹，8岁左右，有没有人看到她了？马警官，您的快递。好，谢谢。你也发你的这个啊。别着急。小刘，监控里边查到奇迹的下落了吗？周哥、马哥，我调查了孩子失踪地点附近的12条街，对比了335个监控，终于发现了这个孩子早上出现的地方——钱塘古玩店。不是，这小孩大早上起来去古玩店干什么？会不会这孩子呀，就是那古玩店店主家的？我看看。那你这样，丽萨，你们接着发这个微信啊，然后有价值的线索你们就跟着走。是。叔叔，我还有一块勋章，能再换500吗？还有啊，我看看。这不能换。为什么呀？这破玩意儿不值钱，不能换。干嘛？孩子回来就行了啊！这不回来吗？说两句得了。你这，而且你们这些当家长的也是，谁是他家长？怎么回事啊？他骗人！哎，你被小丫头骗了，咱可不许胡说啊！哎，你们哥俩给作证啊！我刚才啊，就收了他一枚勋章，他卖我买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转手啊，他又非拿来一破玩意儿，非要卖给我，我不买，他就哭呗。什么破玩意儿啊！你俩看看这破玩意儿，懂货吗？啊！琪琪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那怎么说好的事还能说变就变呢？这可你可真是，这你让叔，那就刚才那块呢？那拿来我看看啊。凭什么给你们看？你们俩是干嘛的？哦。您好，甭说了，兄弟，你们小哥俩上街打听打听，敢在这片开店的，谁没个靠山，谁还没个后台呢？啊！我奉劝你们小二位啊，还是赶紧老老实实的上街去抓小偷、扶老奶奶过马路，甭在我这泡蘑菇，耽误我做生意。我可是道上的人。行啊，大哥，我跟您打听一人，说叫南关小杰伦，你认识吗？哎呦喂，那是我舅舅啊！我都不知道我有这么大岁数的外甥，玩呢是吧？跟警察玩黑的是吗？给我站！还你还道上的人？啊，这扫黑除恶把你落下了是吧？哎，他刚才是不是说他自己是道上的了？啊，琪琪，听见了，他说他自己是道上的。行，你不是道上的吗？那这事儿在这儿可说不了了，马上给我回所里，我看看你哪条道上的。来，哎呦，二位，有事好说啊！哎，您二位不就是想要那枚勋章吗？我拿出来还不成吗？啊，哎，拿。这一等功就值500块钱啊！啊，来，您说值多钱就值多钱。我跟你说呀，我要不是因为穿着这身警服啊，拿着。不白拿你东西，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以后做买卖啊，讲点良心，是不是？至少你得做到童叟无欺吧。
你以后给我注点意，我告诉你，我盯着你啊。一定一定。哎，那坐下，起去。不错。叔叔问你，你闹这么一通，就是为了给妈妈买一手机啊？是能和妈妈视频的手机，5G 的。这样除夕我就可以跟妈妈视频了。妈妈是干什么工作的呀？这过年都不在家。我妈妈是列车员，她年三十有班，回不了家。那你这个勋章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勋章总让妈妈哭，我不想让她再伤心了。给你妈妈打个电话吧。实在是太感谢你们了，我呢是个列车员，平时经常都不在家。琪琪她一个人在家挺乖的，她要去哪都会给我打电话。可是今天我下班回来，她没在家，也没联系我。要不是你们联系我，我真不知道在哪找她。太谢谢了。您客气了。这个勋章是。这孩子怎么把他给拿出来了？这是琪琪爸爸留给我跟琪琪的最后的念想。准备好！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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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啊！啊！儿子！葬礼那天来了3000多个人来送他，全部都是他辖区的居民。琪琪但是还有一个月就生了。从那以后我就回到了欢中。等琪琪出生之后，我想着他要是长大了懂事了，他会问起他爸爸。我不想让他跟我一样都生活在痛苦的记忆里，所以我把他爸爸的所有东西都收起来了，甚至包括他的一身警服、遗像。还有这枚勋章。琪琪他到现在都不知道他爸爸是一名人民警察。琪琪，你爸爸是英雄。妈妈，嗯，我长大以后也要像爸爸一样当警察，去抓坏人。你觉得我能行吗？等我当警察了，就去找你们，你们可不许不见我。谢谢。拉钩。拉钩。拉钩。谢谢。那给你们添麻烦了，我先走了，谢谢。稍等。哎，经理。Thank you.
搜搜你们。我也去。你还记得咱们为什么当警察？拿枪的有两种人，我想当那个好人。当好人有很多种方式，我选择奉献的方式，无愧于这身警服，不愧对这份责任。自己看吧，都已经过去四个号了。我不是说别迟到吗？这人都快下班了。不可能，这不是还没下班呢。我还能再领一个号吗？哦，可以。我们马上就要下班了，你再晚一步就领不着了。是，来，谢谢。社区的线路给坏了，停电了，这系统啊无法录入，正在抢修当中。不过您看，这马上就要下班了，应该是也无法办理了。怎么回事？大家都先不要着急，咱们这样啊，大家的号我们先给您保留着，等回头这个来电了，系统恢复了，我们优先给您按号办理，大家也就不用再重新排队了。您看行不行？行，我就行，不用再排队了，他们优先办理。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？你为什么每次都这样？平常我等你就罢了，领证这事儿我也得等你，是吗？结婚是我一个人的事儿，是吗？你回答我。行了，你也憋不出什么话来，我看这婚就不用结了。喂，您哪位？马警官，你救救琪琪吧，马警官！啊？琪琪出车祸了，怎么办？琪琪的心脏有多处严重畸形，肺动脉的瘤状扩张很严重，已经严重压迫血管，导致无法对他车祸造成的外伤进行手术。现在就没有一个人能做得了吗？我的老师，他是这方面的专家，可是他现在在东北医科大学。我看过一个报道，上面说可以5G 直播手术。5G， 喂，哎，金老师，我是苏婷。哎，我听说现在是 5G 网络零延迟，您看能不能同样用 5G 跟我直播连线指导我手术呢？学校的心脏病研究中心刚刚装了 5G 远程指导工作站，我们随时可以跟你连线，你去准备手术吧。太好了，谢谢您老师。怎么样了？哎，怎么样啊？手机能不能用？用不用我们想办法给那边再送过去一台。放心吧，问题都解决了，我们用 5G 手机跟老师那边连线，我准备手术。谢谢。你踩着云朵登上了晴空，我在这里。不用紧张，凭你的水平一定能行，我和你的师弟师妹都是你坚强的后盾，手术一定成功。都是你的梦，回家的时候为你留了灯。都怪我，都怪我。原来我有爸爸，我爸爸是大英雄，我长大之后也要像爸爸一样当警察。好呀，我们家琪琪有梦想了，真棒！哎，看路啊，慢一点。哎，慢点儿，快看看人，看人，别撞到叔叔了啊！哎，琪琪，你慢一点儿。
妈妈，你快点，你快点，小心台阶。哎呀，你等妈妈一下呀！哎，那儿有台阶，你小心一点。手术是一定会成功的，你也别自责，谁都不想这样啊。你踩着云朵登上了晴空，我在这里啊看着你追风，完全的可能都是你的梦，回家的时候为你。哎，当面来。苏大夫，说怎么样了？手术非常成功。太好了！哎呀，谢谢你了，谢谢你。证儿，哎，你个倒霉孩子，当然是结婚证了。嗨，那结婚证没领成，昨天人家民政局停电了。什么？民政局停电？你这是跟谁瞎胡诌呢？没，我真没骗你，我真停。哎，你看，我这号还在这。你这个熊孩子，你骗谁呢？啊？真没骗您，我为什么呀？我这什么孩子？不是，人家员工说来电了就通知我们。赶紧，你说过线啊，擀皮儿啊。爸，哎呀，马达，哎，还住那房子呢？啊，我这两天忙，我没工夫收拾。哎，马达，我知道啊，你是想给我们一惊喜。然后呢，先把你妈给惊走，剩下这喜呢，这喜悦是留给最爱你的老爸，是吧？行了，赶紧的，把证拿出来让我看看。真没领成，真停电了。你们要是不信我呀，你就要不然一会儿我让糖糖给你们打电话，好不好？狗带嚼子，瞎胡勒。我就不信民政局能停电，你是骗谁呢你？我真没停了。不是我这就给他发信息，好吧？我让他跟你们说。亲爱的，那个就昨天咱们去民政局没领成证那事儿，我爸我妈不信。你看是不是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啊，帮我解释一下呗？我去，不是，喂，那怎么了？是什么情况？马达，我不会再相信你了，你连辞职都没辞，你在我这里信誉为零，你再说一句就是骗婚。我怎么骗？
骗什么婚了？我怎么就骗婚了呀？我。哎呦，葛大爷，您这敲门就是走一形式。通通风，通通风，吕轰轰，够味呀！哎呦，谢葛大爷。哎，葛大爷，咱们欢州这儿也是26割年肉吗？不讲究啦，现在谁还讲究那些老传统啊？想吃就灌，好吃就到我那去拿。正好哎，我没吃早点呢。哎，您别忙活了，一会儿我来吧。真行，不要空出去了啊。哎，好嘞好嘞。哎，对了，葛大爷，一会儿您帮我一忙，把这个同城快递给唐唐吧。啊，我给您打过钱。又炒香饽了？钱不要了，举手之劳啊。现在啊，也就是我葛大爷还关心我了。唐唐把我拉黑了，为什么呀？昨天去民政局领证的时候没领成，停电了。哎呀，我要是唐唐，我也得给你拉黑了。你说你这人多丧吧？临走吧，弄出个年兽出来，是吧？到民政局领证吧，把人给弄停电了，这多少人的幸福毁你手里了，你说？把这拿着。这干嘛呀？小刘刚才给我打电话。是有一堆记者，哎，在咱们所门口等着咱俩呢。等咱们干什么呀？采访。我们想就昨天的事件啊采访您一下。请问您是怎么想到利用5G 手机直播连线手术的呢？四个字儿，急中生智吧。不是，那手机是我的啊，他是那智。哎我。那您是怎么想到在这个时候买一个5G 手机的？是不是过年了想要犒劳一下自己呢？啊，他没想，是我让他买的。我那个手机啊，本来是买了送给我女朋友的，然后呢还没来得及送，昨天就碰上这事儿了。那马警官，您的手机是国产的呢，还是进口的呢？你这问题问的就特别鸡贼啊！我敢说，我身上的每一个零件都是国产的，我支持国货，我热爱祖国。啊，当然了，你喜欢买进口的产品啊，也无可厚非。但是呢，别违法乱纪，是吧？好好工作，孝顺父母，也都是好公民。那马警官，您女朋友对此事有什么反应吗？我就是她。一个红色的惊叹号。那周警官，哎呦，哎，所长，这是我们所长啊，孩子都挺大了，你们对，我们有今天的成就，完全是因为我们所长的英明领导，好不好？你们采访他。所长你好，所长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小同志，我看你这么眼熟呢。我是欢州零距离的记者。哦，你看。所长您好，我是欢州报的记者。哎呦，那这是大媒体啊。啊，是吧？所长，哎，我们想就这个大周啊和马达这个事件采访您一下。好啊。冉冉，你觉得马达怎么样？你的马达，你问我，现在虐单身狗都这么直接了吗？哎呀，我没跟你开玩笑，我是真想听听你的看法。马达挺好的，热心、正派，又是个警察，人这些年对你怎么样，我们都看着呢。我把他拉黑了。我们这边差不多了，你看看怎么样？可以了，谢谢。欢迎再来啊。怎么回事啊？他骗婚，骗婚！你知道昨天晚上我因为这事气得睡不着觉了。这么多年来，不管大事小事，只要是别人的事，他随叫随到，我永远都叫不到他。平常就算他再忙，领证这事儿不能迟到吧？嗯。昨天我们俩压根儿就没领成这证，合着还没辞职呢。所以我觉得昨天这事儿就是老天爷给我的一种启示，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。老天爷又怎么了？
民政局停电了。民政局还能停电啊？不可思议吧？不过正是因为这个事儿，我自己反倒是冷静了。他不辞职，我就不跟他结婚。我不把他拉黑，他就不知道我的重要性。哪位是于糖糖女士？啊，在里面。哎，来，您的同城快递，麻烦您签个字。马达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？昨晚他问我地址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你把他拉黑了呀。四个字。送什么呀？急中生智吧。手机。那个手机是我的啊，他是那智。那请问您是怎么？这不是马达吗？民警协助医生熬夜奋战12小时，利用5G 技术成功拯救8岁女孩。我那个手机啊，本来是买了送给我女朋友的，然后呢还没来得及送，昨天就碰上这事儿了。那马警官，您的手机是国产的呢，还是进口的？你看你这问题。好事儿。一会儿完事儿，咱俩一块儿吃饭去。我今天定好位子了，我不减肥了，我要撑死我自己。我今儿真陪不了你，我这这么多人呢，怎么连你也不陪我呀？怎么骑车的？大哥，对不起啊，这是着急，一单快超了。我问你怎么骑车的，到底？不准你这爸爸动手！你起开！哎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干嘛对一小孩推推搡搡的呀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爆车刮成这样，你得赔钱。您车也没坏啊。是你撞着人家。哎，你谁你？别多管闲事啊！我的错。你说谁管闲事呢？你这人学历是胎教吧？我都看见是你撞的人家了，你怎么着？你是想欺负老实人吗？我滚蛋！我问你啊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有没有礼貌啊？哎，你是不是有病啊你？你还想动手是吗？我告诉你，大家可都录下来了。当然了，我男朋友就是警察，我现在打电话报警。没错，报警。行行行，算我倒霉了，啊，这个亏我吃了不行吗？我看看，你这得去医院，我这赶紧送你们去医院吧。不行，我来不及了，得赶紧走。哎，这是您孩子吗？都伤成这样了还不去医院啊？小孩子皮外伤没啥事。姐姐，谢谢你，我没事，我不去医院。那个，你等一下，我看这孩子衣服都破了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这正好有件新的，它穿太少了，你就披上吧。谢谢姐姐。谢谢，没事。那个大哥，我也不耽误您了。这样，你把你那个手机号留给我。不行，麻烦。不是，你把手机号留给我。要是这大哥再找事儿的话，你给我打电话，我给你们作证。哎，好嘞，我给您拨过去啊。能忙成什么样？你晃晃悠悠干嘛呢？查年收电话了吗？你查了。哎，你看他这个电话号码。电话号码？怎么了？一直打总也打不通。你吧也死性，你查的基础信息呀？也查了，是个女的。女的？这能不能那个年兽是个女的呀？这女的能进男澡堂子吗？你就别往回找吧了。这西瓜头骗我！哎哎哎，不是，就那要不然我去？不成，这事儿必须我亲自解决。你摊儿住了，学点吧。提供虚假信息，妨碍警察办案，你还让我替你搓澡？不是哥，这你冤枉我了。
你搓澡是你自愿帮我搓的，我错了呗。没有哥，没。来补澡票这个是男的是女的呀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。老头，男。我问你，这机主信息为什么是个女的呀？这真不怪我，人家怎么说我们怎么记呗。而且我们店对顾客隐私的保密工作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。好，真好。走吧，回所里陪我协助调查一下。别，哥别。正义可能会迟到，但永远不会缺席。你给我坐那儿，好好说。那个老头就在里边蒸呢，在桶里呢。长什么样？头发跟胡子都接壤了，可好认了。你帮我看点大门啊，别让他跑去。大爷，养生呢？啊，叔叔啊，您今年高寿了？啊，72了。嘿，看不出来啊。大爷，您这么喜欢泡澡，是不是最近没少办澡票啊？哎呀，就好这口啊，降血压、顺肠胃，健康又实惠啊！嘿，真是哎，阿大爷，您平常有什么爱好吗？除了泡澡，愿不愿意听点响什么的？哎呀，要说这个，一天不听这浑身就难受啊。每天呢，听完响就上这儿来蒸蒸，啊，排排毒。得嘞，老爷子。我呀，领您去个地儿，好好排排毒。什么地儿啊？派出所。我上那儿干什么？进来吧，老爷子。到这儿害怕了？哼。还是老样子。老样子？我们这可是几十年的大所了，啊！看来你年轻的时候没少进来呀。嗯，经常来啊。老爷子，甭跟我玩这老资格啊！一会儿咱就审讯室里过手啊！跟我来。不必，我自己知道。自己知道，那确实没用。这谁呀？老流氓。气定神闲的。怎么个意思啊？我在这所里待不下去了。把门关上。哎呀，爸，他也是为了办案，年轻人太着急了。但是归根结底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没做好。所长他爸。你放心，可鱼皮腰带我一定给您找回来。爸，您妈要命，这是所长的老丈人。老大。大周呢？大周出去办案了，他回来，我马上让他去找您。马上让他来找我。哎，谁能想到，堂堂南关派出所所长、二级警督的老丈杆子？上洗澡堂子搓澡，自己电话记不住，登记老伴儿电话，不是闹呢吗？这不是，不是，你倒是问清楚了再抓呀。我问了呀，我问他，他说他一天不听响都难受。人家听的是这响，鞭子。今天咱们报备啊，所长能给批下来，那已经是大人有大量了。就咱们俩这酒量，一瓶倒的量。哎，你用不用给苏婷叫过来？正好你们俩可以这个递进一下。他来不了，这琪琪啊，现在正在住院观察呢，一个小时啊就得查一次房。啊，
听这意思，你们俩现在已经开始频繁的互动了哈。还行啊。哎，你们家糖糖给你拉黑了，给你加回来了吗？不是。你看看，来，我隔一会儿我就加他一次，您还没加回来呢。我跟你说，这次啊，我就得让他跟我低个头。他怎么着都成，说什么都成。什么叫我骗婚呀？我就不明白。我跟你说，这回我必须得让他服软。吹吧你，你就吹吧，就在这儿。吹什么呀？我说。所长，让咱明天早上6点钟到所里报到。这么早干嘛呀？让你出嘴，让你出嘴，说那么欠呢？来来来来，你别想这事了，来来，咱喝一口。哎呦，来来来，他怎么又放啊？